我是毛龙环，我在杭州，我在杭州逛街。今天是4月13号，杭州下雨，我打了个雨伞，准备给你们拍一下这个下雨天的杭州是什么样的情况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这个路上啊，车还是挺多的，有很多白色的车，还有其他颜色的车。我们去这附近逛一下，看一下雨中的杭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很多朋友们没有来过杭州，不知道杭州什么情况，看完我的视频你们就知道了。是杭州下雨天大概是什么情况了，给你们拍这些植物。搞得还是可以的。这里堵车了吗？这些老铁怎么在鸣笛？市区内不是不让鸣笛吗？这里有一些工地啊的地方正在建设中，据说这个杭州的房地产非常发达，很多人没有概念。我给你拍下这个工地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搞搞的。